各位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气来嘞》，我是综艺圈阿群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大家来收集一项动空间的东西，怎么跟用功呢？因为其实一下人全部就动充实呀身体的空间。古时候啊，就算唔系寒天，咩动动人动好湿布，要讲到湿布啊，呀清虫的这种药膳的味道嘅来源，对人来讲就系神秘嘅味道。唔管系人参啊、果粒。医生啊，法器神啊，也是讲丹神。今天节目当中就要来同大家来分享丹神一项东西哟、哦。没有人喊起按到红参，古时候生了呀丹神系乜嘅东西？今天节目当中就要来同大家来分享。今天邀请到嘅来宾啊，佢系对呀桃叶、荔叶、腰子来种丹神咩哦？还讲咩东？后生穷养咩系抢眼农民？谢谢今日来分享嘅，分享资源，分享。大家好，我系鸭子鱼。很高兴来到这里。好，欢迎志云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丹参，很难念，一个闭嘴，一个没闭嘴，来，你也要念一次啊。丹参。对，丹参。古时候生了要丹参，黑马该东西，一开始就来这个丹参小教室来同大家来分享一下。是。嗯，丹参它又叫做红参，也叫做紫参，也叫赤根。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皮是红色的。所以叫丹参，对，就像我们顺后面看那朵这个丹参的花，这是它的植物的样子。对，它的地上部都是花跟叶子的样子。嗯，花跟叶子是长这样，而且很漂亮。它的花黑暗用雕彩色，雕彩色，紫色的。夏天，对，夏天就是整片的紫色花海。哇，对，所以可以当网美。还没结婚的话，可以来拍。啊，好，我记得了。韩版改做的黑盖片翕胸就错了、啊。嗯，对，所以像这样子丹参，哎，它是它的哪一个部位？它的根部。根的部分。是，就跟人参一样，吃它的根部。嗯，不过就像老百姓一般看到的参的呀，头前有带你的参的，同老百姓一般来吃到的参的，看起来。也可以用的没那么穷用哦、嗯、为什么会不太一样？因为像是你带来的参的看起来它是细细的，也可以慢它油，不过一般的你老婆就会看到它切片的、嗯、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不同？其实我们的也是做切片跟烘干而已，只是我们的有大小枝、嗯、大小枝的话，我们其实我们从头到尾不管它大还是小，因为它功能性是一样的、哦、它吃起来味道也是一样的，我们全部都是直接做切片的，全部就拿去切片的啊。 No boy my guy 可能就会就是切比较大片，对，切的斜切这样子。哦，原来是这样。那 No boy 我不看起来没没穷用，你带来的呀丹参就看得到粉粉的外表、嗯、很红，即使经过干燥了，它也是看起来有粉粉的，没错哦。皮起来的香味其实没有那么穷用，同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去把皮咬乌卡的丹参同你皮到 No Boy 进口的参的皮起来的味道有那么穷用？我们的是有机栽种纯天然的、然后我们只有做切片跟烘干而已，所以大家可能它闻到的味道是很天然的，无添加。但是我们一般在市面上的，我们可能就要去担心它是不是有农药残留、重金属残留，是不是有添加二氧化硫，保存的问题，干货。对，因为它需要经过一段的时间去做进出口、然后它应该是会有保存的问题。对，古时候这就牵涉到我们食物里程的问题了。没错，就像亚安台湾东南的油菜天中的丹参、其实这是很特别的。不过东东人对亚丹参没毛毛该了解，因为像矮可能就吃到啊，就是都是参的啊。我刚刚还问了一个很蠢的问题，就会矮问讲参是黑毛该，矮唔知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可能有点认敌，有点认唔敌。原来这个参是就是每一种。不管是人参啊、果粒参啊、法器参啊，什么参，全部都有参，就像诶胸片红宽度诶，它就是根部的构造吗？它这个是，我们照片上面看到的是当归啊，这个是当归，当归是跟参有关系吗？哦，当归它也是我们常用的中草药材之一，嗯，对，这是我们之前有种，嗯，对，然后都希望大家可以吃到在地的有机的。嗯，古时候里面有种当归，那参的那个参皮，它其实是根部的一个构造，对，它是根部的主根，然后分出来的。哦，所以参皮其实就跟
谁妹都一样，都是同一个部位，都会加个紧的手材。你像黑拿给他储的广，就做得拿来做成切片的谁妹啊，他 U 的手材就会做 M C M C。对，那像这样子的 M C， 因为伊毕竟它还是算是中药类的东西，对 N 人体适合伊 U 嘛该紧起么？那等人做得生，那等人做唔得生。我们基本上我们是以食材为导入，因为我们是在地的有机栽种，我们不会去经过一些炮制等等的，所以我们不做药材使用。哦，对，所以在我们产季的时候，我们生鲜产出的时候，就把它拿去做炖汤啊、鸡汤啊，或者是排骨汤，或者是吃素的人口可以去做很多的白菇汤。它都是一种对我们人体有健康的功能这样子。然后因为它古书有记载，《本草纲目》有记载，就是它是。一味丹参共同事物，所以同西味的 Q 幺，对，所以在我们就是经期来的这段期间，或者是孕妇，它是不太适合使用的啊。古时候生理期啊，也是讲有款态度给你啊，就签死莫食呀，生美的东西，各种生类应该都不能吃。對对，因为它的药性是性质是一样的。不过其实更多也是咩出题做的你比较意外，刚刚至于没有同太高了分享一般的食谱跟料理也是可以加入的。是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像按用恩用哎，加入我们日常的饮食，像是我们平常会炖煮鸡汤、香菇鸡汤，我们就可以切片或切断，把我们新鲜的丹参加进去。新鲜的，是新鲜的，就是你将哪一度？放起来，对，然后就可以加进去汤里了。是啊，洗干净就把它加进汤里面就好了。就是这样，我听起来有一点像牛蒡的感觉。OK 的哦，就是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太困难，就一般的食材就可以做搭配。哇，古早做的拿了炖鸡汤，还有这个丹参茶。丹参茶。丹参茶就是我们利用切片烘干之后，我们把它包装起来。对，因为它会有一些碎屑，我们怕伤害到。那个消费者的喉咙可能怕刺伤，所以我们一定会做成茶包。哦，对，还以为就拿来做茶包。对，我们就是担心消费者那个食用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把它打成茶包，只要冲泡热水它就可以了。泡热水就像拿速烘给亚比，这个是泡冷水还是泡热水？因为好像这个热冲冷泡都可以，热冲冷泡都可以。不过年蛋烙豆色落去会有那种。中药很重的味道，不够完全抹，有点像青草茶的味道。对，这个是我们采用那个丹参的茎部，还有枸杞叶去混合做搭配的。哦，古早呀，丹参茶嘿用加个广，没用加个茎。它的根部我们也有啊，像这个就是。哦，所以也有没有也有根部的茶，对，根部跟茎部的茶不太一样。哦，古早起嘿。都得共全体，就都得拿来生呢。花有用途吗？花我们目前在研发，对。哦，古时候有可能，他白妹都得本地有新的实用的价值。对啊，要真给农体便宜，对台湾人来讲，可能就真给摸按寿司、蛋参、按用个东西。韩国上海来，甚至还都得拿丹参来做水果茶。是，怎么做啊？像我们把我刚刚提到的这个丹参的。跟做切片烘干，然后茶包丢进去，然后把那个苹果切成小丁，或者是凤梨切成小丁，然后加入丹参茶包，然后冲热水，就可以变成一杯丹参水果茶。哇，古时候你看哦呀，丹参做的有按到某 Q 用给吃法，真的很特别。不过，就像我对所有强眼农民的好奇，就会人家都按后生。年代没有气概的职业，做嘛该不想到讲我来做丹参，你笨蛋给工作黑嘛该？我们在科技园区当工程师，然后我本哎、欸、听起来是前途一片光明美好哦、喔，是就是在服务全球的客户这样子，对，做客户服务，对，然后就是有一段时间可能是。工作压力大了嘛，然后就是已经在失眠的状态已经很久，然后也有胃病这样子，常常就是会反胃等等，然后其实你就是常常的在吃胃片、胃药，然后你吃到，其实你吃久了，你药吃了两个礼拜你都会想吐，对，你就不想吃了，那就放它去吧。然后我们在一个转念之下就想说，好，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是为这个社会带来利己利人，利人利己，然后对大家好。对我们自己也好，对，在这个情况的转念之下，我就想说，好，
我们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来为大家做服务。古早当农人都会因为自家经验嘅启发来做一件对自家好、咪对顺风嘅人好嘅事业。我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过转来唐志云嘅故事哦。欢迎大家又转到福气来咧，我是综艺圈阿权妹。今日节目当中，好同大家来分享蛋神，神秘嘅一种，叫做蛋神。刚刚有讲到吼，中亚蛋神嘅抢眼农民阿志云，其实笨蛋嘿。工程师前途一片光明美好，月入都在多少钱的工厂师你有没有想到跟我做很多副卡七个中一开始没有同他聊的分享到是因为七个不平的有身体没冲快的问题，故事身体没冲快你都在做很多东西啊，都做在对身体好啊，你有没有想到跟我提片中胆神要红东西，因为他家就没什么音色没什么眼分本人音色到胆神，因为我们身体有状况嘛，然后我们其实在桃园的这个部分，它我们的有机蔬菜跟稻米都是很优质的，对，那我们要怎么去切入农业这一块，然后又可以对大家带来帮助，所以我就选择了比较少人栽种的丹参，对，建议当时有去做功课，比如讲像因为台湾很少很少人种，是你很用的去做功课，我做了一整年的功课，我到处全省只要是上网 Google、oh. 就是哪边有老师啊，或者是哪边有农民曾经栽种过，我都去跑了一轮，嗯，对，然后问他们怎么做，然后自己再回来试种，这样子。不过像安阳的蛋参，这个品种台湾应该没有自己的类似什么本土种、原生种，没有这种东西。对，这个是已经在台湾驯化了二三十年了。哦，故说台白就有引种，只是可能它没有办法达成很大量的生产。是。故说你七甲种，你差不多种几番两个田？我们总共有五分，五分地，然后栽种丹参的面积是二到三分。嗯，我说大部分你的主力的产品就是丹参是哦、嗯、你去到中亚丹参中几久的今年是第三年第三年你就有按用的成果做得蛮耐的去动到手在摆摊啊对不对、嗯、我说其实已经很厉害耶，没有，我们就很认真，因为我们觉得说人要活在当下、嗯、对，你今天可以帮助多少人、嗯、然后其实这个产品已经回馈在你身上了，对、啊、我们希望推广给更多的人，工程师的实践力行动力很强说什么就要去执行，而且是很认真的去执行、嗯，故说像你按按的种啊，你种的三面，你去甲种的反应种的田是在哪一片哦、我们在中立栽种，因为我本身是在地的中立人、嗯、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回馈给在地，就赚豆腐卡，对，嗯，就都投盐盐的手菜种、嗯、你知道中亚丹参有时候那个条件是投盐盐的手菜以为其实丹参它需要就是利水性比较高的环境、嗯、所以它很适合的是沙质土哦、oh, ，对，沙镇奶，沙镇奶因为几周的它后排水，所以黏黏，是的，但是我们就是要想办法去克服它，对，在北部地区比较多的是黏质土，但是相对的它的好处是它的施肥，我们的施肥量可以少，对，因为它比较不会随着水分排掉。哦，故说度度后呀，丹参咩不是这么需要太多肥分的，就要看泥土，就要看土地的状况。那像一开始没有讲到是桃园天气唯一一件有机种丹参的、嗯、其实福气来做按冬也没有收集懂的，不管是友善种植自然农法还是有机农法，全部都有收集过，太感谢第二种有机不是这么容易，是的，对、嗯、像种有机来讲同惯性农法种植丹参最大最大的差别最直接的影响你觉得是什么？除草，除草因为晒草机不用过去你就不是除草，对，刚才有看到相片你的丹参的田其实是很干净的，
都没有其他草，那是真的是很辛苦，没有睡觉哦。那个是刚开始，对，我们后面其实我们已经来不及，哦，放弃了是不是？对，就是它也自然，它长大了，已经到高中了，已经快成年了，我们就让它对放天养。放天涯跟杂草竞争，如果他竞争得过的话，我们的消费者吃到的是最好的、最优质的。可是真的竞争得过吗？给插草很厉害哎、嗯，像阿布卡给吹眼呐，你吹那个插草然后给绑起来哦，你没有拿去晒干，你没有把它弄死，它就是还会活哎。对啊，没错、啊，都已经拔起来，它还会活。对啊，它只要一遇到雨水，它就会再活。对，嗯、那真给你。竞争的过吗？所以我不是在田里，就是在去跟消费者见面的道路上。哦，对，这一种辛苦，我说朋友爱请都请到。对，晚上吧。某年某月全部就都甜度好无限。我说其实像按用种什么，大家对呀什么，还是有懂得某年色的蔬菜呀？但是你迄马个时节爱老去种，其实一年爱重新种一摆呀。是的，它是一年生的。嗯，它是一年生。从育苗到采收完成大概需要十二个月，就是一年呢、欸。肚后，从古时候你还马个时节哦，可是从秋冬哦。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季节的变化，嗯，对，已经渐渐的已经没有冬天了，嗯，对，所以我们要自己凭经验去观察。而且因为在台湾冬少年，嗯，中单身是，那你有的经验可能大家都差不多一起在摸索，是哦，而且每年的气候变化都不一样，嗯，所以真的只能凭经验。所以它适合在秋冬的时候种下去，是。嘿，对呀、啊，引开始种，种子开始种，它压黑公你阿豆做的青豆就是比较小的幼苗。哦，没有，我们都是自己采种子，自己育苗，哦、自己育苗、嗯，自己种，自己的品质自己管控。那种之前呢？种之前是不是还有土壤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其实我们就跟一般的防治是一样的，嗯、我们会先晒土、嗯，也会去淹水。嗯，对，我们都是用物理做防治。嗯，给沙哈罗，你刚刚讲种落去以后就不用去上哦。对，我们就除草而已。就除草。对，因为不是再够不用皮料，没有再放。给反应哦，因为比如讲像冻的东西会降水，嗯，什么没降水，那比如讲你也着耐几斤滴水的，你还要多做嘛？该本去它唔会输到上海。其实是没有办法，只能靠天吃饭。对，像今年的梅雨季节，五月份整个就是已经下了整整两个月，两个礼拜的大雨。其实我相信种地瓜的农友也是损失惨重。因为全部就会浸入一个东西，对，都泡在水里，所以你还可以担心的嘿。对，就损失了一分地的担心，全部浸免掉嘞。嗯，没得收。哇，古时候其实这种东西真经爱看天色翻哦。对啊，真的始料未及。你自己觉得从做工程师跟做中担心比起来，哪一个还辛苦？当然是做农喽。那怎么办？你做工程师，你就可以做工厂时辛苦，你的身体有出问题，你这样赚够来做呀农呀种东西，啊，晒好了又吃到种东西，很辛苦。对啊，因为我们是有责任感的。其实之前我们的上班环境是我们自己去做应对，其实上司他是不太管我们这样子，但是我们的责任感使然，所以会造成我们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嗯，然后我们从农之后。不知道从农会这么辛苦，嗯，然后一直一路走来，我们发现了我们要自产又要自销，嗯，然后在这中间，如果是我们现在秋冬在采收期的时候，我除了采收，我还要赶快做包装、做清洗，然后推到外面去推广给消费者。嗯，其实这一段时间、这一段历程是很困难的。对，你吃到工厂当中清难最难克服的是什么？最难克服的其实。很多哎、欸，重点是我们现在在我们当初的背景是科技业，所以我们有想要把它 SOP 啊、嗯，但是后来遇到天气的问题之后，发现 SOP 是没有用的。因为 SOP 就是啊、哦，我几月要种下去，是的，然后我什么时候要干嘛，但是堵到天时跟问题完全就被打破。是，因为我们本来想简化流程，但是真的发现今年过后，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所有的农作物都会有虫害的问题，那像是担心
不会有虫害的问题吗？有啊，我们的叶子其实都被虫吃的一动一动的。可是你公司要不要对我来讲，我就觉得可能没有影响啊。亚谁没黑色甲给根部不是吗？对，应该是不会有太大影响的、啊。其实吃叶子会影响到它的光合作用。然后，所以我们在它，我发现它吃叶子的时候，我会去观察它，它吃叶子是不是有吃到它的芽心部等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还是让它放天养。没有的话，就先不管它。对，是的。看它自己的造化。是，因为我们就是做有机，我们绝对不会释放任何的农药。骨头可能有那条虫的，为了是胆神。其实就是像我们这个季节在种植高丽菜，有很多的蚜虫啊等等都会去吃。其实我们就让它吃，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丹参其实成长得很好，我们不怕它吃。嗯，故说黑家是讲环境对耶，韩国伢个种的方法对耶，有时哈都要担心，佮种出来个东西品质就以后有用心估就有好个成果就超个。故说有韩卡的故事，我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过转来。欢迎大家又转到福气来咧，我是中医群阿群妹。今日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吼，桃园嘅抢眼农民，其中嘅有机嘅丹参，大家就啲参咩爱用来补身体。古时候其实也有机种嘅就当创业哦。韩国感受下食物的历程，就唔是少讲诶，也爱用嘅补身啊，为加甜嘛，该唔好嘅东西，我本去补身也得。古时候甚至连刚下阿志云有同大家来分享，甚至奶豆都绑起来，试一试啊，就做人拿来运通。是的，这真的是我从来梦想第一东西，就提供很对丹参呀，好多东西算了，有几不熟悉，有多不熟悉。故说 Vito 案呢，至于咩 TPA 来作为一系列的食农教育，是唐公黑对呀，小红都太好，大家给团都走得适合参加这个食农教育。是，因为我们后来在地，然后有许多的大学生会跟我们联系，就是做一些现地的看访。然后我们后来发现，他们对食农这一块真的很不了解，所以就是你骗他说草莓在树上长了，他搞不好都会相信。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发现我种了一片南瓜跟玉米，然后他们有点搞混了。反瓜老保守都在搞混，这我也是蛮佩服的哦。对，然后我就想说啊，应该是在台湾的升学压力之下，造就这样子对食农的不了解。所以我们就决定转型，先把那个农场，我们在每个季节。在收获的时候，可以邀请这些大学生啊、小学生啊一起来参与食农体验，让他们了解我们的食物里程是怎么做出来的。对，所以像小学生来，因为一定会跟大学生有不一样的区隔嘛。是。像比如说以小学生来讲，他们参加的内容大概是什么？小学生的话，我们会有国小老师带着来，然后我们会让他们去栽种我们的地瓜。哦，选对呀，番薯可以是。对，地瓜啊，这一些比较通常的作物去做了解，然后我们就让他们栽种地瓜，然后让他们采收玉米、玉米笋，然后现烤这样子，让他们了解说，其实地瓜是要插苗的，然后我们插完苗之后是需要浇水，然后我们需要多久，然后我们会告诉他们，像我们大概是十月底到十一月会采收地瓜。我们就让他们来看看他们种植的成果哦。故说今天我先种的干一包诶，做的生出来，生出番薯的今天这样去采来，是去甲生。我觉得其实这个很珍贵的，尤其是对小学生来讲，珍贵的食材就会共同都小朋友可能会挑食，会健身。那经过呀高场低度，你有看过小朋友因为了解了食物的生长过程，就不会挑食了吗？他们会知道食物有多珍贵，就是不要挑食，而且他们会觉得哇，现采的好好吃哦，原来生吃是可以的。对，我们的玉米笋这样，大家一起来到农田，那个食起了也感觉就没有特别甜。那如果到了比如说像中学呢，中学给他的是他们怎么样的一些课程？中学的话，我们会让他们了解比较高一些的，譬如说他们可以自己去学做烹饪，对，因为他们就比较安全一些，对，又在用火的方面，对，这部分我们会去教导。中学，然后之后的话，其实像高中生就比较难，因为他们有普遍升学的压力，对，然后我们就直接到大学生的部分了，对，然后大学生的部分，因为我们农场最特别的就是有中草药材，有丹参，有紫锥花，然后我们都会带他们去介绍，然后请他们去除草，就是。
吃东西不是那么容易的。对，然后它要长出来让你吃得到也不是那么容易，你必须要下一点苦功，这样顺便有一些那个年轻强壮的劳工还好啦，对，来帮忙一下，是是是，对啊。古早其实这种爱用的东西消费者普遍不认识，你的脑波尤其那种都私心吧，还有前一波的农博也有去，刚结束的农博，其实你都有去先从跟消费者面对面这样子的过程，你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深刻的经验，也还有很挫折的经验？哦，消费者会说，因为我们会把我们的邮寄证书就是让消费者看到，然后消费者可能就会很质疑，他就说邮寄哦，邮寄都骗人的。哎，然后我们就会乱你讲，对，然后我们就会想说，你没有看到我们背后付出的努力，怎么可以就一句话打翻一船人这样子，就说邮寄是骗人的？然后如果他愿意停下来听我们讲，然后我们会说给他听，如果他不愿意的话，然后我们就觉得好缘分吧。对，我们也不能强求去说你就是要相信我是邮寄的，对，因为他可能遭遇过一些什么他让他觉得不信任的事情，对，那我们也不要去强求什么。对，故事我很很爱看缘分。不过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一样东西，我觉得也不是这么容易。大家应该都对单身这个东西就是问号。对，就是头上有很多的问号跟星星这样。这个是什么？对。這樣子，所以在我们在季节产出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会带我们的鲜品给大家看。对，然后他们看了之后，然后愿意停下脚步来听我们告诉他，然后他就会比较的理解，然后也知道他是如何做食用的，他们会比较有兴趣。对，其实像爱用的方式，就是我觉得小农最棒最棒他们的优势就是可以直接说出自己种的东西，因为你们离自己的土地很亲切群呢，亲了解七家农产品的故事，做的面对面同时有非常分享，这个是我们在卖场里面没有办法得到，不能跟生产者面对面的见面，不可以理解他们的故事。其实透过私信，我觉得这是很有魅力的地方。我们很喜欢去跟他们面对面，原因是他们可以告诉我们他的问题点，对，然后他们也会要求我们说开放农场去让他们做参观做采收，其实我们这都有在规划，可能十一月我们就会开放让他们采收蛋，所以欢迎消费者来挑战。对，你就会知道我们是像土拨鼠这样把那个蛋生挖出来的。对，故事其实从唔单枪啊，至于有中枪暗用大家不熟悉的单身，还有那个以后东西，刚刚几乎讲都太家其实没没懂熟识，叫紫锥花，紫锥花，紫锥花呀，看起来还个披起来都像是菊花一样，很漂亮。阿 Q 妈刚刚看到就觉得啊，可以来拍网美照。是，这个也是可以食用的花吗？是，它是欧美最常使用的一种草本植物。好像，然后我们都称作它是天然的福茂热饮，做得来是感冒，就是增强抵抗力之类的，还有抗菌的一些功能。而且它闻起来就是很像哎，一点后买一束鲜花的那个味道。对，它在欧美已经被使用了长达30-40年以上了，只要你去超市，你都买得到紫锥花茶。故事你也还没有中亚。是的，我们今年有新开发。你每天都置身花海。是是是，每天都香喷喷的。对，好棒哦、它其实是跟菊花很接近。它就是菊科。就是菊科。就紫锥花菊，紫锥菊是，其中得拿来生，拿来淋，面油来做茶包。对，它是全株可食用的。全株可食用，故事你也得拿来做茶包。呀哈，阿 Q 摩苏红雅比就是紫锥花茶，很清香。它闻起来真跟鲜花的味道又不太一样喽。这是干燥之后的，是，我们只做干燥、切碎、包装，没有任何的添加。好香哦，而且它有一点点牛蒡的味道，哎，真的吗？对，这个是紫锥花的味道。哇，姑嫂，你看哦，亚强眼农民就坐在楼上吃东东。某 Q 用给农民给撸，泰雅乡的农民可能就是桃园，就是可以种很多稻米啊。但是紫云就想到讲，那我一条撸种丹参，种紫锥花，而且甚至也把你们的产品做了一些跟餐厅的合作。是呀，你合作给传汤，其实里面有透过有挑选的，是，就是必须要有一些理念，然后有中立在地的，然后也有桃园在地的，然后刚好都是我们的客家餐厅。是，跟亚的做嘛个料理，做的同大家分享一下嘛。在中立跟桃园的部分，我们都是以汤品为主。
对，尤其是像现在我们秋冬要到了，他们都会做小盅的汤品，然后会做那个丹参鸡汤给大家品尝。给韩版油熊豆公，因为小农的通路其实都推得很辛苦，是因为个人个体户其实很不好买到，没错。故说油熊豆公，哎，老娘给产品同韩卡豆给全糖合作吗？有的，我们从明年就会开始跟电商做合作。嗯，电商对，都已经谈好了，也是一个很新的方式。对，因为我们之前两年都在做技术方面的钻研，然后在明年之后，我们开始会跟电商大量的合作。真紧，还有像你跟想法，真紧就冇通用。其实强眼农民证都，从下证都家乡来做农，会遇到很多困难，很多应对有很多问题，有遭受到什么样的质疑？就是你做这个会赚钱吗？可以糊口吗？然后你是女生呢，你拿得起中耕机吗？你可以耕田吗？你受得了烈日的曝晒吗？等等的疑问都在我的身上。还好吗？就是我们走过来的。哇，故说短短的时间，本天是一条钱的强眼农民一条鼓励。其实从农很艰辛，尤其是我们是上班族，跨到这一块，你会觉得啊，太阳。那我们以前都在防晒的躲起来了，怎么可能想要去接触太阳这一块？但是你有理念，你的初心，然后你就要去做。在从农的这个路上，你不会觉得很辛苦。因为桃园青农很团结，他会给你很多很多的温暖跟鼓励，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投入农业这个产业。哇，有看到志云跟木祖闪闪发亮，在讲自己的理念，自己的感受。故说其实农民当地人想给手材，就会给他就对自己的产品跟热情。故说今日什么啊，志云同大家分享哦，谢谢。没什么，天使机头前观众朋友跟苏康休息一下，空下来做运动哦。